志哥，出事了。跟陈上校坐。陈上校之所以问病，我就想两位院长大人能给我交个底。这到底什么病？喂，有人把他想勒死了自己！住手！我们到现在连什么病都不知道。传染性呢？烈性传染。师傅，这可不是开玩笑啊！是我的猜测，也是我的定论。 但问题是，咱们现在人员不够啊，仪器也快不够啊，所有护士的精力、体力，全都已经消耗到极限。我们这些人的使命，就是要把这一分钟一分钟的生命，从死神手里抢回来。我们是医生，我们也是战士。面对这场已经到来的战争，我们守土有责。大家都在盼望着这场灾难的拐点早一点到来。